H， 你相信这个团队什么？在我的工作里面，我已经没有人会来教我任何事。当我遇到一些盲点的时候，我没有机会知道。我发现原来有些事情它是不会被限制的。看到我的团队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，我觉得我的目标是完全超出了我当初的一个预设。不只是我去发展他们，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成长。原来我没有的东西是可以被发展的。然后他是会拥有他的一个 aha moment 啊。